Yuna 好厉害哟、哦！哥哥一直被喷，喷都喷，哦。哦，它这个水枪还蛮好玩的。喷喷。下去了，阿妹已经等很久了。哎，他要从这耶。假鬼假怪。哥哥嘞？哥哥嘞？哥哥，你们要不要去那个啊？去另外一边？啊？去那另外一边？那边啊，好也可以啊。那边也是50的。Are you 来？你要放松，沉下去也没有关系。吸一口气，好，阿尤听，很好，很好，啊啊，阿尤会仰视了，好厉害哦！我教的好。哎呦，阿妹终于下水了，太开心了。等下水等好久，等超久的。哇！八，它这边的就是环境啊，就是还蛮好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有没有？它都有那种巴厘岛的感觉。哎呦，又去哪里？它现在很滑，很厉害。不的，哦，阿哥，球丢过来。好，那丢过去，丢给哥哥，丢，用力，再一次，用力。这里我觉得很不错，很舒服，是因为我们这边就是环绕着就是树林，有没有？然后所以人也不会太多，这样子，对。然后 Yuna 也玩得很开心。然后我现在什么忘记了？对。然后两个都很爱玩水的兄妹俩，哇 ，Yuna 也会拨水了。你还要玩吗？哎，瞧嘞，瞧嘞。身体干燥燥，哪有干燥的燥？你泼到脸了啦！小力一点呐、啊！我这样子帮你泼那么大力可以吗？哥哥坏哦！走吧，太开心哦！嗯，居然想要泼我水！你超危险的，我在你要翻船了。哇 ，Yuna 真的是很疯狂的一个小女孩。你们看她，她已经快。可以帮我拿，Yuna 你帮我拿，我帮妹妹换方向。来 ，Yuna 帮我拿着，拍我们，摄影师拿稳哦，摄影师。我发起来了。
谢谢摄影师。对，哇 ，Yuna 玩这个真的很凶狠呢，你都不怕水的，你一直要把泳圈用帆船，对，太夸张了呢。嗯、啊。我们今天没有带果香来啊。侯伟云，吃饱就睡着了吧？啊！啊！你跟他两个去玩那个游戏装饰的那个游戏吧。你很喜欢玩这只乌龟，对不对？啊？哦，哥在那边啦、啊，哥在玩水枪，对。你看，你看，露娜也这里差一点。牛奶是个武大胆。哦，跟他嗨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无忧，刚刚是不是说不能跳水？对，要小心哦。爸爸，为什么刚才那个地方这么深？啊，这里就有限高度的。啊？对不对？那边一百。哦，一百二，你几公分？你有没有一百二？哇！哎呦！妈妈要来喽！哎，这里他可以自己走，他很开心。哎，你看啦！哎，你怎么你是吴大胆是不是？他刚刚这三天是非要游泳。你是不是吴大胆？啊，你太夸张了你！哦，你会掉下去啦！他一直要假装自己可以游泳啊！哦，爸爸，来球丢哥哥，丢哥哥，吴大胆，哦，哎、欸，他从上面他还会跳下来，是不是？他会，他真的是吴大胆呢、欸。超级大胆，超级小胆。哎呦！妈妈没有拉，妈妈只有一只手，你看，你等一下，他真的，啊！我这边还在。因为不怕水。真的，他完全不怕。哎，他一直想要学哥哥躺着，你看，他学哥哥拍照，他学哥哥仰视，哦。你看，小贝仰视。啊，你看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在那边仰视，然后眼睛闭着，超享受。啊，阿哥在仰视，阿哥一起仰视，好，加油！他仰视一定要闭眼睛。对啊，跟哥哥一起仰视。好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站好，站好。啊，不要站。你好丑。你看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个也很大胆，哎，这个你不会小的一只手啦，他以为他干嘛？你会飞是不是？你下再喷，哈哈哈哈哈！他露肩了，露肩了。海边带着寿司，你不要这么浮夸，来吃一个，来海苔。哇，你最爱的，快点，蛋蛋寿司，快点，两只手，好 ，OK， 哇，哇，哇，吸，好吃，好吃啊，然后吸，要用吸的，不然会掉下来哦。啊，好饿，是不是啊？超饿的啦，他们两个。